国庆光雕产业，帮我们同在一起。巨型光雕投影总统府化身宝岛漫画书，2024国庆光雕展演即将在8号晚间在总统府前凯达格兰大道登场。主题定为“当我们同在一起”，将展出43部跨越半世纪的台湾漫画和动画作品，在10月8号到10号带来一场视觉飨宴。从1958年诞生的台湾第一部英雄漫画《诸葛四郎》，到近期受到关注的《一元茶姬》，这些作品都呈现台湾漫画界数十年来的蜕变与成长。而为了呈现最佳的视觉效果，7号晚间先进行总统光雕试灯，就要确保接下来展演完美登场。东森新闻综合报道。